会输，还是一起唱，抢亲一起抢。风筝，啊，什么事？焦哥不在了。对，今天是我们的天下。对，今天我们是焦哥给干掉了，好不好？对，哇！我们现在就趁这个时候，好好的宣传一下我们自己。可以吗？好，那我就宣传一下，我有新专辑《预言家》已经正式发行了，所以希望大家支持我的新专辑。Yeah, 同时呢，欢迎我们今天两队来宾，欢迎啤酒队来宾。Yeah, 欢迎风筝队来宾。其实我们今天只是前面做点效果了，因为今天我们有一个正式非常重量级的主持人来要来登场了。你看一下那边都已经写了，我们两个这种小咖怎么可以让大哥等那么久？他都已经不开心了。真的是小咖，对，双金主持人，真的是小咖，没错没错。搞不好也可以玩一局狼人杀。对，赵哥狼人杀也很厉害，对。当然开玩笑，对不对？等下不要过来玩。MVP， 好，我们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主持人。好，欢迎。奶哥，开始一起唱！哇，所有的观众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奶哥。今天呢，看到我们这两位啊，你看看现在网络不得了，造就了多少的年轻人。奶哥，恭喜耶！恭喜啊！又开新节目了。不是不是，哎呦哎呦！肖哥今天去主持红白，希望他就不要再回来了。不懂，我知道，因为他们少一个女主持人呐，也蛮顺的。我不缺，抱歉，你不要跟着我阴魂不散。我不是谢欣，好不好？不过哎，这两个年轻人优秀，那风筝我认识太久了啊，连他们家的人我都认识。啊，所以今天当然你刚刚讲的嘛，我们今天都镀金的来的，是这个金钟主持人是我了，哦，但是呢，今天更重要的金曲歌王比较厉害，好不好？今天我们双金，好，已经有一金出现了，来，马上来欢迎另外一位镀金的金曲歌王 Only。不知我等我呢苦，看袂着，行着一步算一步，雨水若落，已经压淡阮衫裤。一阵风，只是予阮心境加坚强，成功的背后，不知有偌多苦楚。阮选择的路，一定坚持到成功。坚定的心伴阮向前行，请你记着阮的名。有人出世着好命，阮是用命在打拼。不惊失败，慢慢向前行。阮命不是天注定，只要用心来打拼，一定唱出。金曲歌王 Only 六哥，六哥，六哥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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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跟你一样，哎，你怎么穿的跟我一样？哎，我不是，你唱歌就好，你干嘛？对啊，我今天跟你来主持啊。哦，我差一点忘了我今天来跟你主持，因为平常都是你访问我。今天都交给你访问好了，我轻松一点好不好？今天真的可见啊，这个演艺界多不景气啊！星期天我本来要跑场的、啊，没有场子的、啊。他刚才跟我讲说，哎。本来我不想来了，价钱还不错。你不是赶快，我是很想来啊。你礼拜天很闲啊，是是，对，就像你讲，不景气要多赚一点啊。哎呀，这个今年是鼠年啊，鼠台语叫做尿气啊。哦，安诺，不怕不景气，就怕不争气。对了，今天我们两斤不够，对不对？无三不成理啊。哎呀，一斤、二斤、三斤，还要硬要挑一位金主出来，来，金主，这是我们刚刚我们有主持的，有唱歌的，我们找个戏剧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影帝，去中国。
兄，军哥好，军哥。哎，你怎么没有换衣服啊？哎呦，要换什么衣服啊？紫色的衣服就对了，因为我今天是红队的。哦，对，所以今天我们军哥他是表演工作坊的舞台剧，是是不是？叫做《绝不付账》。绝不付账！哎呀，怎么跟我个性一样？也是很不想付账。对对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演艺圈很多这种个性的人啊，都不付账，例如等着别人买单呢。谁？比如说谁？哎，我说我啊。哦。曲哥，我帮你拿啊，是的。因为为什么？你这个票房一定会很棒，因为姓翁的拿。票房一点翁，哎呦，哎呀，真是的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要来主持，要做功课多甜啊，真的，不要唱歌了，主持比较好赚呐。唱歌可以跑场，主持比较好赚，都被你撞关撞。来，好好介绍啊，好不好？这个是意大利剧作家达里欧佛的一个得奖的剧本。哎呦。那大概的它这个内容剧情内容呢，剧情就是讲说一群小老百姓是受到大财团的欺压，哦，到他们忍无可忍的时候呢，决定自己出来创业抗争，抗争，对呀，反制。然后，但是在这，因为他们小老百姓，你知道吗？对呀。那在这个反制抗争的过程中呢，就闹出很多笑话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对抗一个大企业就对了。对，是不是？小虾米对抗大金鱼。对，那中间有很多的有趣的事。还有谁比较重要的？你当然，你在我跟彩华是就是男女主角，差一点哈。彩姐，彩华厉害，厉害啊，真的很厉害，都比天后呢哦。哎，他也是什么，现在什么钱都赚了。他很强哎，他今天。你去唱那个红白的，他今天。他今天哦，你讲快点，我以为说他也去唱红包场，所以我来这里的啊，他就跟娇娇在一起了。还有王彩华是彩华，我再讲一个让我们惊讶的啊，还有樊光耀，他也是这个哦，这个相声高手啊，金钟的男主角，是是是是是，那不得了了，要买什么有什么场次啊？对对对，我们的首演是在2月14号情人节，哇，城市舞台就在对面，非常方便。是是是是，对，然后2月14号到5月2号呢，都有台北、台中、高雄啦、新竹等等地方都会加演。购票很简单，两厅院的购票系统，对，两厅院售票系统。好，那你今天来就该走了吧？是的，啊，介绍完了吗？没有，还是要猜一下嘛。你也要猜啊？你会唱吗？我还是会唱两条歌的。哦，因为他说赵正平能来，他也能来了。对，是不是？赵正平，对不对？你这样讲就是太伤人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以为你是来要团灭的，好吧？团灭，你们灭光，我们灭你们，是吧？我们要灭你们，团灭，好吧？拜托，这个不是靠呛虾的。我今天我一来看他在，我以为他走错棚了，奇怪。在讨债的，这是唱歌节目哎。我 OK OK 啊，哦好，那可以，那我们就先谢谢啊曲哥了，谢谢谢谢哥，好吧，谢谢力友兄，谢谢谢谢曲哥，今天不得了了啊，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电视机前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，好，赶快拿起你的手机一起答题，就有机会拿到奖金。那怎么样参加节目呢？来。风筝好好介绍一下。好，就在你们电视前的右下方，只要现在扫描这个 QR code 就可以答题抢奖金，任何时候都可以进来。而且如果你还不确定的话，可以到我们节目的粉丝团有一个教学哦，大家快点来抢奖金 ，Go Go Go！ 哎，今天呢，因为有金钟金曲双金的加持，所以奖金当然也要 double。哎呦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也就是说呢，今天我们现场现金准备多少？60万奖金。60万，哇！而且还有奖品哦，要送给大家。对，今天要送给大家奖品有无线手持的吸尘器，还有高效能空气清净机，还有冷暖循环扇。每回合只要答对题就有一次的抽奖机会，但是不知道哪一回合，所以一定要锁定哦。哦，那今天呢，我们除了奖金之外，啊，我们还会在每一回合呢，会抽出一个日系值的质感的家电，是啊，高效能的空气清净机，请大家赶快刚刚讲，风泽说了，17的 app 赶快下载，是不是？对，来，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的规则的 VCR。K 歌九宫格规则说明：两队各派出一位队员进行疯狂黑白脆，获胜挑战者可答题，答对格子中的题目就可以获得1分，率先拿下4分的即可获胜。电视前的观众快拿出手机，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就能和现场挑战者同步答题，答对最多的玩家可平分最高60000元的奖金哦！快点扫起来！哇，最高60000，而且今天我们准备了60万，哎呀，太厉害了！
啊 ，K 歌九宫格呢，一共有四种类型。是，对对。我们有前奏猜歌，那是很简单的，就是你听前奏，那赶快抢啊。然后呢，还有歌词的刻漏字，这也是我们常常玩的。再来叫金曲歌王题，像翁立友，对不对？哦，待会出题，现场，对不对？现场出题。再来一个我们人体的点唱机，哦，这个比较特别，是啊，我们有 VCR， 然后你要他，我们是今天。很特别的人，各种不同的影片，对对对对，挑战只要猜出他唱的什么，哦，好不好？好，蛮酷的。但最重要的，我们翻牌呢，如果出现有台式宝宝是或一期宝宝，那当赢的那一队呢，就可以直接啊继续再继续参加下一题。哦，是啊 ，pass 就对了，运气也很重要。然后呢，获胜那一队伍不止电竞前面观众朋友有3万块钱，赢的这一队也有3万。太酷了！这3万起给一步两年了，对啊。我们最后刚刚讲了，还有金牌的翻牌二选一，嗯，好，我们有翻倍，好，就 double 或者是减半。哦，当然，我希望不要减半了。对，如果减半，我们把它加到原来的价钱。哪哥说的？哪哥说的？哪哥？我是说你决定，好不好？我决定，通通飞都不够，不够啊！好，现在是我们两边的队员出来了，好不好？来哦。现在是刘家荣，对，荣家啊，刘荣家，荣家，谁啊？家荣，你刚才谁啊？刘某位，来个荣家，荣家了，荣家了，家荣刘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都可以了，赢了齐文，齐文章，齐文章，来，疯狂黑白菜，靠近一点，来，好了，准备好，黑白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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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哎呦，也太厉害了吧你，我的容易被牵制，荣家好可爱。刚才我们彩排你也输他，对啊，正式来你也输他，我刚以为你故意的。哎，荣家，荣家姐要输我的不容易。叫荣家姐，荣家对啊，不然呢？你比他大呢。哦，没有啦。对对对，外形看起来比较怀疑型的。好了，我们的第一回合的 K 歌九宫格，来，马上我们来进行的第一题了。我们看电视上的九宫格。我第一次来的时候都没有猜到，真的哈。对啊。好，我们的九宫格来看看。好，今天你看有这些哈，啊，歌词的刻录机、人体点唱机，刚刚讲的有四种这个题，对对对，来选一个，我来选一到九，我们今天直落四就赢了，嗯，好不好？我选四好了，让金曲歌王来帮我出一下。哎呦，金曲歌王他是唱台语歌的，基本上小妹也是唱台语的，略有一些。对，而且他的歌基本上也。不难，也不会太新的。哦，对哦，对，这比较对。海哥，我是没时间练新歌，我跟你讲。对了，跟你一样，因为人一红了，没时间练。哦，是这样。我从来，他很谦虚。我是从来没红过，不好意思。对啊，他只会唱诺言啊，对不对？枫叶情，黄昏啊，黄昏啊。来来，金曲歌王来出题。哦。哇。哇。啊。爱情的喊西坡，这拍谁？这我不要哈。真的尴尬，不会我。我金曲歌王在，我们怎么敢唱？乃哥，不要说这个歌，可以说是国歌啊。国歌，国歌，造歌就会，对不对？这个不难呢，他真的不难，不难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们的节目收视率很重要哈，好不好？啊，来喽，爱情的喊西坡。安怎对你讲出心的话，讲了几年，还想嘛歹势，看到你我就完全袂讲话，只好偷咧咧。要安怎对你讲出心内话，讲我每日还想嘛你一个，心情亲像春天的风在吹。只好写着一张爱情叹息批。花怎才会完全来表达我的爱？你的温柔，你的可爱，你的美丽，你的风采。哎，拍谁哦？拍谁？这是查甫的。这你的美丽，你的美丽，你的风采，你的风采。哦。
哎，那我跟你讲哦，他们有点坏哦，因为基本上他会以为我是猜女生的 key 那边的，真的，唱的那边，因为他出男生的，因为我们是从头开始唱嘛，对，所以你要照理讲，应该如果你对这歌熟的话，应该不难啊。有的是这样子，像我在唱男女对唱，我都只记我的部分而已。对啊，会这样子。像你看《男人情，女人心》这么经典的，我就会唱男生，女生的我都忘了，女生的歌词都不知道。对对对，所以。你的美丽，你的美丽，你的可爱，没啦，不是哦，你别搞我白乱，我不乱了。你的美丽，你的风采，你的风采，你的会不会是我也记得是你的可爱？我觉得你美丽跟可爱很对啊。你的美丽，你的风采，不是啊，你的可爱，你的可爱，不是啊。万芳是跟伍佰唱，他万芳不可能跟伍佰说你的可爱啊。哦，所以风采应该是风采啦。所以确定？对，你的风，你的风采，确定了吗？对，确定。不是可爱啊，锁定。确定你的风采，我们看看是不是正确答案。哎呀，哇！恭喜你的风采。加高加，我来丢几分啦！好，恭喜啦！啊，我们就是我们要抢四分就有三万了。哎，对不对？四题，来，四题，继续，继续，继续。哎，我们因为这题有宝宝啊，没有宝宝，刚刚有吗？刚刚有有有，所以还继续是不是？所以继续答题，继续答题哦。那我要看一下九宫格。好，对对对对，请上。我选，哦，好，有点难哎。人歌词扣肉字好了，扣肉字，扣肉字，歌词扣肉字，扣肉字没关系，扣肉字这才像你的本性，对对对，这才像张文琪，好不好？不多的呀，你扣肉字，歌词扣肉字，可以。几号呢？几号？三号，三号，三号，三号。问情，哎呦，这就硬了啦，这就硬了。这娃娃，我还真不知道，听都没听过，哪怎么可能？那个什么？那个不是啦，那个中文歌啊，那个是一个主题曲的歌吧？问题。旋转的不同太多悲哀。啊，你知道？哎呀，对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但是还有一点久远了。看他能不能够哈，再下一层，好不好？这首歌我不太熟。蔡幸娟的《问情》，来来来来。哎呦，还真的啊，我应该稍微会一点点。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，岁月经不起太长的等待，春花醉还像风中摇摆，黄沙偏要将诗和怨掩埋，一时的聪明心越糊涂，一生的遭遇向谁诉？爱到不能爱，直到多沮丧，繁华梦想已梦来，海水又不干，天也握不准，红尘一笑，哎呦喂啊！红尘一笑啊，什么合拍？对，红尘一笑，和你共徘徊。对，和你共徘徊。对，我以为他在，我以为他突然穿翻成台语啊。哎，我印象中，红尘一笑，和你共徘徊。哎，我印象中应该是有押韵啊，是红尘一笑，和你共徘徊。共徘徊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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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徘徊叫徘徊，没有啦，因为他已经红尘一笑了，应该是徘徊啦。和你共徘徊，是不是？红尘一笑，和你共徘徊。我想问一下，这边有没有听过这首歌的？后面我大概会了，后面我听过副歌，大概讲后面这，你们有没有听过？这个歌太久，这超过十五年以上的歌，是啊，对啊，不是这歌的，不是二十五年吧？超过二十五年，它是非常经典的什么那个连续剧，好像是对连续剧的主题曲，八点档。好，来再告诉我一下，你的答案是。和你共徘徊，应该是这个是啊，确定吗？和你共徘徊是不是正确答案？对，哇，这样他的立马又有丢，哇，直落二，直落二，太厉害了吧！恭喜恭喜恭喜！来，开心，荣嘉，继续是不是？荣嘉加油，荣嘉，你一定要猜赢哦。
龙家在你要猜赢哦，要不然你到现在还没有办法玩哦。哎呀，龙家在猜不赢就瑜伽了。拜托拜托，好来来来来，黑白翠，蓝色颜色配。你卖出，卖出，卖出！那样啊，牛膝盖好不好？牛膝盖好不好？让我，让我一下，因为你算是综艺咖了，是是是是，他是歌手，不一样啊，他是歌手，其实我是主持人，是主持人。怎么讲都不对，对对对，来听，来来来来，黑白翠，男生女生配，就好，谢谢谢谢，演艺新年快乐，对，新年快乐，人生不见，来来来来来，好不容易哈，好不容易啊，来了，现在我们 K 歌九宫格，现在是2-0，很重要了，是，来选个号码，一，歌词，歌词的克隆字，对对对，这个很简单，这个是我出道的歌曲，哎，对啊，真的真的，像你闽南语歌手很多，这个都他们一定要会的。但是这个歌虽然很经典，它的歌词密密麻麻，太秘密，搞不好制作单位就断在最难的那个。会唱吗？这首歌可以哈，会的，可以啊，不好唱哎，对不对？唱得很好。来，对对对，阿丽友到那休息，我们让他唱。水千江花，千里芳，千重山，千里高山，我相随。山啊，也不错嘞。万里月，万里城，万里树，万里烟，万里风霜，我相要行。赞啊！什么款的杀气，什么款的假设，什么款的枭雄，比阮车马对风驰。什么款的爱情，什么款的对路，什么款的温柔，予阮日夜拢想你。真久以前，浪子的传说。如今拢缘再起，真久以前浪子的传说，如今拢缘再起。翻过一世人，心肝愈沧桑，找无酒来呀。烟起啦，莫搁遐尼大声对我讲话。啊，乱乱乱，女人的心豆腐坐的位，你泡水，恁又占地位。拍谁拍谁，没有叫你接那么多。好，我们只有几个字，2468个字。女人的心豆腐做，女人的心豆腐做的。豆腐做，嘴诶，嘴诶。女人的心，豆腐做的啦。女人的心豆腐做的。女人的心豆腐做，嘴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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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女人的心豆腐做的，确定吗？做的。我刚刚你，我看你把下一段都唱完了。对，真的。很有把握的样子，我跟你讲，他熟到，我问一下，问一下张文琪，张文琪 ，bingo， 这个答案没有错哈，没有错，没有错吗？女人的心豆腐做的，看是不是标准答案？恭喜，就是女人的心豆腐做的，耶，加油，赞，2-1，再来，好，加油，这个过来，好，再来是吧？来哦，来哦，来哦，好的，加油，不要让，加油，加油，刚让他让你一次，不让了，不让了，不让了，来准备。剪刀石头，黑白翠，黑白翠，蓝色，黑白翠，黑白翠，黑白翠，蓝色，你说配？哦，你有让我吗？他只要他赢的话，你一定跟着他走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因为目前2-1，在2-2再往上才会好看。哦，你说哦，你为了节目关系啊，真的很会，你也会做节目啊，真的好。不不不，是你教的好，你教的好。来来来，请来来来，各位谁？龙家，好坐。现在给你机会2-2哦，好的，好不好？来。这个 K 歌九宫格现在还有2、5、6、7、8、9，哎，六，六号是前奏猜歌，哇，不容易哦，其实蛮难的，真的不容易哦，哎，啊，有提示哦，好，红遍大街，红遍大街，这提示好烂，
的确是蛮真的蛮烂，对对对，像红鞋女孩，还有对不对？哦，那 OK， 像那么跟戏啊，全部都红遍。我问天，我梦听，我梦听，有可能是，是不是？我会打 pass。还有天黑请闭眼啊，有没有？郭泽，有没有？好，来哦，红遍大街小巷。来，我们老师，请下音乐。好经典哦！哦，好，太简单了吧？艾雅，艾雅已经说好经典，然后唱得很清楚，超好听的。这首歌是前奏第几节的？就前面，一开就这样的，对，一开始一开就下了，对对对对，那应该很简单了，还算简单，应该可以。我再就是你知道，就是夫妻啊结婚之后，哎呦的情景。就结婚前跟结婚后的一个，那就离婚，没离婚呐，最好的写照，相见如宾呐，哦哦，跟你讲，就会变成什么歌名？最熟悉的陌生人，哎，对对，对，哪歌没这个问题？你怎么诠释结婚会变这样子呢？啊？你怎么诠释结婚什么变成相见如宾？说实在，没有几个人像曲哥跟乃哥这么幸福的。哎、真的，你们都是娶到好老婆，一辈子都快活。像我们不敢娶，我们就怕娶错老婆，搞得我不想活，所以我到现在就不会太押韵了。不是，好多梗哦，他有太多选择了啦。真的，我跟你讲，来告诉观众，正确答案是最熟悉的陌生人。最熟悉的陌生人，确定？确定？确定吗？哎呦，太红。答对了，恭喜答对了。对，下面两枚框。谁的歌？雅轩，雅轩，萧亚轩。那么深，于是梦醒了，搁浅了，沉默了，回首了，却回不了神。如果当初在教会时，那人除了激动的灵魂，也许今夜我不会让自己在思念。那国歌嘞？不要啊！这样子很紧张。紧张着，因为等一下第三题就是听牌了。就是听牌。就是对耶。而且要是有我们一期宝宝或者是台式宝宝，就翻，就直接哦答对就直落四，看下一题。好，对不对？来，决战就看这一拳了。来，疯狂黑白翠，冲了冲了！我黑白翠，来来，叫你这边黑白翠。我觉得龙家太会受人家控制了，他整个身体是僵住的，好像被点穴。我怪你的龙家，你加油啊！你好像在看那个惊悚片，看到张伟强，你是不会看到我，是看到鬼是不是？哎，看到鬼啊！好，哎，拜脑啊！对对对对，要不要直接猜拳比较快啊？啊，我不是赢的吗？还赢了，还想啊？你都没有动，哎，这是他的招，这是他的招。我讲休息了，我走我走。那刚刚人家已经让你一次了，对不起大家。张文琪厉害啊！好了，看可不可以直落三了啊？哇塞！来，还有二五七八九。嗯，好，那我选，好硬哦，哇。人体点唱机都不敢点，不敢选，我很怕哎。选前奏。哦，人体点唱机啊，你说不敢的，我就选他了。要两要二还是二号？二号。二号。二号人体点唱机。好，歌王歌后限定。歌王歌后限定。哎，是不是就是说意思就是说歌王歌后？有唱过这首歌吗？哦，当然啦，不然呢？就是合唱的意思嘛。不见得有人他重唱、翻唱，会不会是台语？其实台语歌好像你比较在行，对不对？对，台语歌，有可能是台语都可以了。给敖啊，就江蕙嘛，对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就是我的。但我们这个不一样哦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真的比较难。来，我们看歌王歌后限定的提示，请看 VCR。好。来。这谁猜得出来？一起来，而且下面刮一点，而且他的来不是很快的来哦，慢慢的来哦，来来来来来，那有这种歌啦？我知道有这首歌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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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会就放弃，英文歌，英文歌。
能。那个英文歌会不会？哎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哎，我可以帮忙。啊，你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啊！不可以，当然不可以。那你觉得是什么？我觉得你不帮你，你觉得？我觉得伍佰有一首歌。啊？那不是吧？但他刚刚说来，我觉得很像一首歌。什么歌？他如果是快一点的话，来来来，将小酒旁观。对对对，但是伊来就过来，来就过来啊！来就过来啊！可能是我发一条啦。好，所以啦，什么？哇塞，不可怜，什么歌啦？来来，我不要伍佰那一首来的比较久。那我猜啊，什么？不知道。他这样唱，他就一个字哎，不知道吗？他答不到。好，三秒、两秒、一秒，怎么可能？不知道哈。好，补答我们。现在我们补答，我们补答。谁来答？谁要来答？嘉丽吗？还是龙家？龙家，龙家。侯大力就来。嗯，哎呦。侯大力就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来，噔噔噔噔来，噔噔噔噔来，哪有乱来？数量最后。哎，如果照你们这个押韵的方法，那泰国歌也一直奶奶一直奶，有道理有道理，会有奶，对啊，我以为在叫我呢，奶奶奶，我还猜啊，也许他们是对的，什么歌名？可能哦，侯大力就来，对对对，刚刚你连撞都没有撞一个名字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来，侯大力就来，是不是标准答案？是不是正确答案？看，哇哦。来啊！恭喜！啊啊！哎呀哎呀！加拍谁？加拍谁？这一首歌我有翻唱过，然后我自己没记啊。哦，你我有翻唱过。你刚刚你要讲提示就这个啊？不是不是，我刚刚是想到是伍佰的 Likey Likey， 那 Likey Go To Kawaii Likey， 因为很多伍佰哪有唱这首歌？没有吧？啊，金门王拍谁？你行不行？金门王跟伍佰太远了吧？是伍佰写给金门王跟李炳辉拍谁？来，洪家，请你过来。哎，没有，是我，可是他们得分，你没有猜对啊？没有，他们得分。好，他们得分。对对对，有大哥来唱，还可以继续。像3-0啊。哦。3-2，3-2，他们打，然后我来唱就对了。来唱，对对对对，好不好？来，红利友，待会奖金要那个哈，拿出来大家请吃宵夜啊。那我这种代志。拢是你啦，拢是你啦。拢是你害我的面来红红，你的心我的心结结做一伙，是要打算安怎？拢是你啦，拢是你啦，拢是你害我规工在茫茫，你的心我的心今嘛莫搁假，免托我的爱。好大你就来，莫放在心内，怨叹无人知，思念做风台，心情三温暖，其实我拢知。好大你就来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恭喜龙家哈，你们这一队哈，这个我们下一题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，现在是3-2，来。对，我去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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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Go go， 保送好，保送 ，Go go， 这样三分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3-2了，所以这一题很重要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剩下5、7、8、9，对不对？对，好像好像那个九歌词克洛字，歌词克洛字这么有把握，来歌词克洛字，看看，很爱很爱，很爱很爱你。我刚刚听他唱歌第一次哎。好好听哦，他唱歌很好听。真的吗？真的很好听。那我们好好听听哦。他有演过音乐剧。最重要的呢，演过音乐剧。哎呦，我跟他演过音乐剧，他现场非常厉害。他这样，谢谢。明佑，你这样是跟屈哥直接呛瞎，说他演舞台剧唱的不好。啊，没有没有，因为我们是音乐剧，我没有演过音乐剧。舞台剧有的时候也要唱歌啊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音乐剧了，那就是他音剧就对了啊，音乐剧，音乐剧。音乐剧啊，这个是直播啊，好，剪不掉的。很爱很爱你，来，好，欢迎。我想他的确是
更适合你的女子，我太不够温柔，优雅成熟懂事。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，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。很爱很爱你，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。很爱很爱你，只有让你糟糕了我才安心、啊、糟糕了，听你这个口气这个感觉我就知道有问题了啊！来说说看，冷静冷静， 我相信你可以。只有在听前一句吗？拥有爱情，拥有拥有，很爱很爱你，只有让你拥有爱情，拥有爱情我才安心。嗯嗯嗯，确定吗？我蛮安心的。确定吗？嗯，确定。我确定。好，我们电视前面观众朋友们，我相信你。您有没有确定呢？现在如果他答对的话，就是直落四了。那个队友有没有人？应该没问题，支持他啦。支持。哎，他们说有没有问题不重要，我们待会要看正确的答案啊。但是我们广告回来呢，让观众朋友确定一下，如果答对就直接直落四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直接进广告。欢迎观众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台式一起唱。现在这一题很重要了，在广告之前呢，啊，我们告诉观众了，这现在是最后的一题。如果这一题答对的话，直接啊，丰泽这一队就获胜了。加油！啊，所以刚刚的答案是四个字，拥有爱情。拥有爱情，肯定吗？肯定。这边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这个答案呢？我要问你们这边，马上可能会输的。对啊，怎么把这答对啦？这首歌答对啦，真的吗？拥有爱情啊！拥有爱情，我们看是不是这样？恭喜答对，4-2，可以的，哎，收工了。所以啊，我们待会看看，好，你们这边已经有奖金了。对对对，三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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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能 double， 奖金二选一，好，我们有加倍或减半，好，决定线上跟。现场的奖金，哎呦，所以很重要哦，你要选到加倍或减半，我们的律师也在现场做见证了，哇，好不好？这绝对是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。来，哎呦，台式宝宝或一期宝宝，加油加油，加倍、减半、加倍、加倍，一期宝宝，一期吗？一期哦，一期吗？确定？确定吗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们觉得？六万跟一万五啊，差四万，真的，差七哦，你可以四分之一啊。对不对？哎呀，相信你自己，不要相信我。对，不要相信我，你自己去卡。一期哦，你一期宝宝，请开。好紧张哦！耶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还跨年耶！我天，跨年了，六万块。好，我们在线上的所有的啊，这些我们上线的这些玩家啊，都可以来平均分我们的六万的奖金。Yes。好，当然了，我们日系这个质感家电高效能的空气净化机得主会是谁呢？这也很重要。我们今天还有加码，平常只有奖金，今天我们的高级的家电大放送。好，我们来看我们的电视墙。Hello, ready, three, two, one。哇！这位哈，恭喜爱你所责，是你的歌名，哎，那你吧，不会是你本人吧？那你吗？恭喜你，你刚是偷上网，所以是你赢吗？获得我们的会给我的，其实是我叫他帮我拿的，因为我最近家里缺一个。哎呦，你还缺？丰泽绝对不缺的，好不好？当电视机前面所有观众朋友们，不要再犹豫了，赶快拿起你的手机，一起来答题，让我们呢啊，金曲歌王啊，来不来教你一下，来怎么样上？那个快扫右快扫描你右下角的这个 QR code， 对，或者是下载一期直播的 APP 啊，一边边唱一边边玩，奖金等你拿。没错，好，我们的这个游戏规则啊，来，我们现在进行我们的资格赛。K 歌九宫
宫格，规则说明：两队各派出一位队员进行疯狂黑白脆，获胜挑战者可答题，答对格子中的题目就可以获得一分，率先拿下四分的即可获胜。电视前的观众快拿出手机，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就能和现场挑战者同步答题，答对最多的玩家可平分最高60,000元的奖金哦！快点扫起来！好，快点扫起来！我们所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啊，在我们的右下角的 QR code。好，现在我们两位帅哥了，都是人气相当高的。对，当然我们先恭喜张丽啊，嗯，啊，现在出了新的专辑还是的 EP，EP， 哇，哎呦，谢谢乃哥，哎，哇，乃哥，现在这个年代啊，出 CD 不容易啊，现在汽车都 CD 都不能听啊。哦，好好，对，对啊，因为全部都是什么？哦，直接 app 也有数位的，然后在就是网络平台上面都有数位平台，还有拍 MV 哦，是，对对对，然后现在其实准备要上第二支 MV 了，嗯，这里面有几首？四首歌，矛盾体这张 EP 是我的创作EP， 然后里面四首歌的音乐元素都不太一样，有电音，有 hip hop， 然后有摇滚的元素在里面，就是对四首歌的 EP 就这么丰富了，对，你看看。哎，不要看了，像 MV 也很花钱的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要拍得好的话。现在这个歌手出唱片，这个 CD 等于是你的名片呐、啊。对呀、啊。跟大家介绍说我的作品，对不对？我也希望说你讨个好彩头，跟你的 EP。对对。尤其今天来上我们台式一起唱啊，来让所有观众朋友更能够认识张丽昂，也欢迎大家哈、啊，能够上网哈、啊，可以去。啊、对，下载你的歌，对，在各大数位平台都可以听得到我的新歌，然后还有，说说话这首歌跟Tonight I'm Here 都有上映music video MV，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帮忙支持，谢谢大家。Hello， 现在我们两位啊一样啊进行我们的疯狂黑白脆九宫格，谁能够直落四，好吧？来，准备、靠近一点，来。我上次跟你玩是很惨，不一定啊，运气这个是运气。你不要闲聊。来哦，黑白脆，黑白脆，黑白脆，大家就配。黑白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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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配。黑白脆，黑白脆，大家配。哎呦，一拳就中了，好 lucky。哇，好，丽昂先休息，来，风泽 ，OK， 来，先来看我们的 K 歌九宫格。是的。看我选什么呢？最好是有一级宝牌。好，一到九，一到九，六，六号歌词克隆字。歌词哦，哇 ，Whatever love， 是不是？对对对，经典呢。哎，我只会这一句啦，就会这一句。哇哈，应该难不到你吧？应该吧，不确定啊，我们试试看。对，好了，来欢迎风泽。有些痛苦，有些不公平。如果真的爱我，不是理所当然的决定。感到你的呼吸在我耳边，像微风升起，温柔的安抚我的不安定。所以。笑容多么自然 ，Forever love，Forever love， 我只想用我这一辈子去爱你。耶，没错，好像很有把握，没错，六个字。我只想用我这一辈子去爱你。我只想有我只想吗？哎，前面就有了。我只想用一辈，我只想用我这一辈子去爱你，一辈子去爱你。对，好，确定了，确定，很有把握，可以。来，我们看看一辈子去爱你是不是正确答案？恭喜正解。对啊，一辈子去爱你。OK OK， 那当时的情歌来继续，丽昂，丽昂加油！来来来，不要输，加油！刚刚他们这边赢了哈，60,000的奖金了哈，看看这边了，来准备好，疯狂黑白脆。
男生就是配，黑白配，男生配啊！对呀，一下好了。哎，我们刚刚也有让，也要让一下，真的有点，对我们有点不好意思。还是张丽阳可能有点压力，想说随便就输就好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他是属于那种靠很近的那种，就气势。对，我是我很直觉性会往我的左边，看得出来他就比较有把握，好不好？来，谢谢，来，好，马上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来看看我们的黑哥的九宫格，刚刚已经六号选掉了，那就那7号人体点唱机，我觉得人体点唱机是真的是最难的，是最难的，但我蛮好奇他们会好怎么去表演。好，来人体点唱机，戏剧男神哦，哎，这不是在说，有可能是男主角。不，就是是不是这个戏剧男神的唱有一首歌唱的歌，嗯，就是有什么人？拍戏男神，然后还会唱歌的张丽阳，就是张丽阳本人吗？张丽阳本人呢、啊？应该是他的歌吧？哦哟，真的吗？有可能。来，我们来看 VCR。戏剧男神，好天气，多少的你耶？男神男神，你的一切。你世界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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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戏剧男神，他写戏剧男神，戏剧男神，而且这首歌，这首歌吗？这首歌不应该是中版的，中版的歌不会太慢，力道是张力扬的歌啦，是力扬的歌啦，没错啦，真的吗？歌啦，真的吗？这是力扬的歌，没错了。所以你的歌有唱到世间哦，他有个动作，世间，世间有，他有个动作，那个很明，对，蛮明显。告诉我们，可以猜得出来这首歌吗？我猜不出来，我给本尊来讲他。好，所以呢，他放弃，对不对？放弃，我放弃，你们可以补答。来补答，补答这边有没有？好，补答，要补答吗？来。如果不会的话就不行哦。对，不会，你要确定哦，你要确定吗？好，结果忘记怎么唱。什么歌名？感应心电，我的歌。对，哦，不是心电感应，怎么那么麻烦呢、啊？感应心，感应什么？这年头在玩什么东西？我们都玩什么？我们看不懂。打不要感应新义区啊，还是什么木栅、啊？感应心电区。心电。好，我们来看看。来，感应心 电。我们看正确解答 ，VCR 是。我跟你一起，也许会是个好天气。他还加动作，表现很好。对啊，其实还蛮好的。好，这刚好又出到他的歌了，你看看。好，现在是1-1平手。哦，好，来，现在继续黑白脆了，疯狂的黑白脆来。好，来，加油，力扬，加油！黑白脆，黑白脆，黑白脆，男生女生配，黑白脆，男生女生配，黑白脆，男生女生配。黑板子，你是白；黑板子，白；黑板子，你是白；黑板子，你是白。你作弊做的太假了吧？哎呀，他这么慢，还会赢？慢走，那还会赢？你太慢了，慢到我有一个。他慢到这样子，他慢到我。对啊，哎，力扬，我们都是励志辈，你真的实在太弱了。我真的不会玩这个。你改成翁立好了，好不好？他已经在让我们，他都已经几乎是 slow motion 的动作了。来，力扬先休息，来，谢谢，准备了，现在1-1平手。来，6跟7已经叫掉了。嗯，我想要可能前奏猜歌，但是3或9，9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号码，因为我蛮喜欢09，那就9号。好，前奏猜歌啊，干嘛要趁机告白？好，中式的曲风哦，
中式、哦、像什么中式军风是中国风的意思吗？那个菊花台啊，中国风，中国风，菊花台，菊花台啊，对不对？中式的曲风类似这样子啊，我知道了，还是那个菊花台，青花瓷。好了，中式的曲风，中式的曲风很重要了啊，来喽，前奏，来老师请一下。天哪！真的很松弛，梁山伯与祝英台。啊？有电话的声音啊！太简单了，知道到这里了。这首超简单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好像也知道，只是。花田错还是开心英雄？啊？来，告诉我答案。花田错还是？刚才其实那个音乐一出来，有没有大家都哇？什么歌？什么？歌名花田错，花田错，花田错还是花田错？花田错，花田错是吗？有这个歌吗？还是花钱呢？花田错，花什么钱？花田错，在几点来花钱？花田错，好吧，我试试看吧。好，我们呢进段广告，回来再告诉大家又广告是不是花田错，好不好？还是花钱错了，好不好？来哦，我们进段广告回来继续我们的台式一起唱。好，欢迎所有观众朋友们再度回到我们的台式一起唱。刚才我们的60,000的奖金啊，在我们第一阶段已经送出去了。像第二阶段的，现在是1-1。对，你这一题如果答对的话，就是2-1了。嗯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所以你现在不知道对不对？花田错，花田错。对啊，直觉吧，直觉。直觉，确定？确定。好，试试看，花田错是不是正确答案呢？我们来看。恭喜郑姐！哦耶哦耶！恭喜我走啊！这个你也能猜对，厉害！花田错来。不会唱啊！啊，今天应该就这一段了啦，好不好？来，现在是2-1的，马上来，我们下一题。力扬加油！力扬加油！气势气势，力扬不要怕，风泽，力扬至少要一点，风泽头往上，风泽头往上，头往上，好吧，头往上，好，来准备哦，力扬手指黑白往上指哦，来黑白黑白，翠太太黑白翠，男生准备，啊，太完了。你们两个私交不错哈，还蛮好的，真的蛮好的。慢慢要变成张立东，太明显了，不会，太明显，太明显。好了，那你要先休息了。好，来来来，立阳，阿内尔赛，阿内尔赛哈，来，现在1、2、3、4、5、8，四克漏子，八好了，八号，八的，你要八的克漏子还是四的？八的，你要不要？我觉得要不要选三好了？看看。三吗？三前奏猜歌哦。我加一点的，会不会比较有把握？我们落后了，选三好了。说不定因为你刚刚前面那种歌曲出来，你都知道答案了，说不定就三了。对，你就三了啦，真的啦。我想选八，因为前奏我可能有很多歌我不知道。不要那么坚持，三有的时候人生要一定要 OK 才会 OK。对 ，OK 就是三嘛，三。好，听队友，听队友的啦。好，来，队友做你的靠山。歌王题。哦，前奏猜歌。哦，三哦是前奏猜歌。对对 对, 對。好，网路的，哎呦，有450哦，这个有宝宝哎，有宝宝哦，有宝宝哦。所以你这一题对的话，还可以直接再下一题。哦，酷酷，不用再玩。对，还行啊，不用再玩黑白菜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对，加油。有450万的点击。对。好，我们来听这个前奏。来，老师音乐请下。哦，好，这个我知道，阿内利的在，因为其实我有唱过跟09，哎呦，对，上节目的时候，对。啊，刚才本来要克鲁斯，现在换到这一个，对，三就是好，对的，谢谢。有450万的点击，这个我听前奏我还猜不出，我还以为是那个火车要来，平交道要放下来。你还蛮厉害的，我真的不敢想象啊！如果当年的红鞋女孩换成现在的场景啊，不知道点击会多少。破2000万，破亿，
破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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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破亿神曲。450万真的很厉害啊！啊，什么歌？天亮请睁眼。睁眼？这是歌。天亮请睁眼。这个这首歌很红。所以他一整晚，一整晚那个对方都眼睛都闭着了，就对了。他对。对，就是有天黑请闭眼，跟天亮请睁眼。对对，所以你是闭眼还是睁眼？是睁眼。天亮请睁眼，来，我们看是不是正确答案。天亮请睁眼。对。对呀。这首歌你是跟谁唱？这首歌是我跟风蛇的歌，对，我跟风蛇的歌，对对对，我们俩合唱，我们是 CP 这样子，然后力扬加进来，可能就会变成变三 P 了，对。哦，所以这首歌原来是你跟我们合唱的，你们俩合唱，对，没错没错。然后我们其实是我们有表演过这首歌，也是，来，真的，欢迎三位。哦，我是跟。对，我是跟风，还有韦静。今天我们就，所以很特别，今天很特别。哎，对啊，无巧不成歌啊，你们中间啊，这样子会猜到你们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因为你是答题者，好不好？对。天亮请睁眼，来，我们听他们三比一合唱。那只爱上丘比特的结痂，不同表面与串联，谁说人老天不可能回？谁让我以为在你身边，睁开眼看见你的脸，原来爱可以那么甜。I want you to say 天亮请睁眼，我在你身边，天亮请睁眼。I want you to say 天亮请睁眼， I want you to say现在年轻人歌都这样子啊，对，这样就点击了450万。哪个我刚刚感觉好像看到三个财神爷在唱歌。哦哟，是。现在年轻人永远是决定市场的一个主轴，对不对？当然啦，掌握年轻人就掌握钱脉了。是是是是，所以我们要跟着他们啊，多多学习啊，一定要跟你们学。拜托，多提拔我们俩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哎，好听哎，真的是不是？谢谢。难怪什么市场点击率450次。对对对。450万。450次。这哪个有点少？对。刚刚那个声音是什么声音？你知道吗？什么钱的声音？钱的声音会红哦，真的已经红了，已经红了，已经红了。不，已经红了，还要红很久啊，更红啊。跟你一样，跟你不能满足嘛。好了，恭喜了，现在是2-2。好，刚才因为有这个宝宝，所以呢，你还可以继续下一题。加油加油！那就8。歌词可他一。他硬要选8，很奇怪。哎，我觉得你给那个，你给力友哥选一题，我跟你讲，你基本上都听我们的，你都会过关，真的。你给力友哥出的题啊。你刚刚猜的是 OK 3嘛？接下来要接近胜利的话，耶耶就是几号？耶哦。是不是你给力友哥？你给力。我给你提示啊，那你有说服力哦。好好好。哎，我们两个在这里，对不对？两个力耶。两个力。哦，真的。对不对？你是主持人还是他这一队的？啊？哎，我到底哪一队？你到底？对啊，你里面穿红色。你里面穿红的。卧底啦。你自己决定。这是隐藏队友。对。好不好？好，那就是一定是2了。二。对。啊。对他听我们的，他听我们的。确定啊。金曲歌王题，来，我们来看。哎，有一句宝宝哎，朗诵有宝宝，又有宝宝，又有宝宝，好棒，对，哇塞，那你要赢了。所以这一题如果对的话，再继续，再连续，就直落四了。对对对对对，这一来了，好，朗诵的金曲哦，朗就送啊，朗诵的对吧？朗诵了，哎，把朗北送去朗诵啊。好了，我们金曲啊，金曲歌王的哦，来哦，朗诵金曲，我爱情啊。对啊，对啊，你的手卡啦。好啦，我知啦，我知。要朗诵啊。我唱出来啊。阿伯嘞，阿伯嘞，你是要录到几点了？那我就用一个最难的，我的，对不对？唱英文的。哎呦，唱英文，我会唱英文哦。哇，那我要翻成中文。虽然我英文很菜啦。力扬英文很好哦。I ask God.Don't pray me. 哇，
More love you。这个我都会了。Make me pen pen pen。I ask I ask。我问天，我问天，我问天，我问天。记得给那出段。Don't play me。哪个？你帮我翻一下。别玩我。别玩我。哎，丽阳，你表现得真太好了。我跟你讲。张丽阳 only 哦，只要你们吃饭都想得到我们两个，哦、对不对？真的哦。谁知盘中孙粒粒粒粒皆辛苦，你在不？我好冷，好冷，好冷。快比热能啊！快比热能啊！好的啦。啊，不然看大家要哭你啊！来，歌名什么？我问天，挖猛。确定吗？确定。哎，确定。来看是不是正确答案。我问天哪、啊！对了，继续。对，你要继续，因为你有那个一七宝宝，你有宝宝。但是，我要解释一下，那个我们听，我们听 ，Don't play me 是什么？对啊，麦搞我欢乐啊！哎呀，麦 Don't play， 麦搞我生，麦搞我生。不要玩我、啊，你不要玩我嘛，麦没有啊，因为原来的歌词是。我原来是怎么唱？我问天，我问地，敢会当卖创地？卖创地，卖创地，不要玩我嘛，不要弄我啦！天亮请睁眼。天亮我就先离开了。天黑，你睡得太熟了。喂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现在是我问天，3-2，还有你现在还可以直落四。哎，因为刚才又有宝宝，对，所以呢，现在1-4-5-8，如果这一题对了，就直接。获胜，获胜，可以选八了哦，这次应该可以、哦。这一次八，他从头到尾都要选八，爱八，你自己选，自己选。这题你自己选。八，他还是坚持。终于来到八，终于可以选八。希望这一题你能够拼出来，好不好？那如果你这题没对，我会生气哦。来，我选四。哎呦，来了，出来了。哇，来等一个人。哦。有听过这首歌吗？有，有、啊，因为他演的，这是我有演这部这首歌的电影的那个，这是他的。今天是你的专辑是？啊，没有啊，不哦，因为有一首，刚刚有一首我的歌。啊，对啊，对对对对，是不是？哦，然后一开始就介绍他的这个戏那个 EP， 然后现在又你看看你。哇，他演的戏的主题曲，哇塞！哎、欸，哪个有一个秘密？今天赞助的那些电器都是他都是他们家的了，对啊。好，来。等一个人来。天空中是否有颗星星守护我？只是我没有发觉。人群中是否有个肩膀愿为我挡住最寒冷的冬天？谁会温柔而坚决，带着未来和我遇见？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保留着的空位，等一个人出现，拥抱着我的世界，站在爱的面前，所有寂寞防备一瞬间崩溃，等一个人深陷在我胸口左边，在我胸口左边，对，在我胸口左边。为什么一定要在左边不能在右边？因为心在左边啊！废话，还要你解释、啊？那你为什么还要问？问的太真实了，我以为真的不知道哎、欸。这首歌他有演，又是主题曲，你说他答错，我们也觉得蛮奇怪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啊，但是我们还是卖个关子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个郑杰呢，我们等广告回来之后再看看他能不能够直落四。好，靠你，好不好？来，进到广告回来继续我们的台式一起唱。欢迎所有观众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台式一起唱，哇！像我们的年轻帅哥啊，对，今天来给我们宣传他的新的 EP 啊，是是。然后呢，今天现在这一题很重要了，啊，说是你演的，啊，对我有演，我有参与演出。啊，这首歌是主题曲，它是算主题曲，算主题曲，也算。好，刚刚讲等一个人深陷，啊，有6个字要拼是什么？在我胸口左边。
在我胸口左边。对啊，好，现在把手放开，手边放开啊，左。哦，手放开，也不是右左，有左边口袋，左边口袋，左边口袋吗？左边口袋，男生也会啊。在我胸口，哎，我开玩笑，歌歌王哦。在我胸口左边，来，是不是正确答案？恭喜，就是正确答案，所以已经你了，4-2，所以恭喜，哎呦。我们就这边获得奖金，得了4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或者是减半。对呀，我们还要抽翻牌，你要翻牌，翻牌，翻牌。你怎么那么不喜欢站中间呢？他可能嫌弃我们两个了。不，他想要队友的怀抱。因为家里有钱，不缺钱嘛。不是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，我们奖金2-1，有加倍，还有减半啊。所以呢，要决定我们线上还有我们现场。对，刚才你们已经拿到了吧？是，现在看看，希望你们拿到吧。加倍好吗？要。哎呦，我们那么帅的律师在现场了哈。对，好了，6万。刚刚是17，他选的是 double 加倍。哦，老板哦，来，台式宝宝。哦，有17叫有台式就对，是不是 ？Balance， 好，台式宝宝，看看，水。6万，恭喜我们所有的玩家啊！大家呢有6万来均分，好，当然了，这个奖金呢就这么好拿，有没有？赶快来扫描我们这个荧幕的右下方的 QR code， 一起来啊答题，然后呢下载17直播的 APP， 好，进入我们台视17上的直播间，一起边唱边拿奖金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先来谢谢，谢谢乃哥，谢谢，谢谢，恭喜力扬，力扬。哇，年轻又帅又会唱，对、啊，家里又有钱，哈哈哈默契真的。第一次主持还蛮有默契的，对对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我们再一下看我们的这个游戏规则的 VCR。哎，风格规则说明：两队各派出一位队员进行疯狂黑白猜，获胜挑战者可答题，答对格子中的题目就可以获得1分，率先拿下4分的即可获胜。电视前的观众快拿出手机，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就能和现场挑战者同步答题，答对最多的玩家可平分最高6万元的奖金哦！快点扫起来！哦，给这位观众朋友们，赶快哦，这个扫我们的 QR code。好，接下来你看看年轻世代啊。哦，这马上要被世代交替过去，也还好吧，我们那个年纪差不多哦。哦，真的真的哈，讲讲几到时候几年次？就这个年纪。其实我们永远有一颗年轻的心，对，这个比较重要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外表年龄那都是象征。年纪大很丢人吗？没有，成熟，我们就是喜欢成熟的。开战斗机，最后还是要听将军的嘛。哎呦，对不对？我你好会组织节目，我怕以后都是找你不找我。对，转换跑道好了，有空再联络。秀场做多了，活动做多了，对了，嘴巴都很真的啊。开始玩了，来，我准备开始了，猜吧猜吧，我怕你们俩不会玩，会不会？会，划九拳吧，就是很烂而已啦。白猜，男生女生配。秒杀，好强，好强，没有，好强，是不是？旭哥好强哦。他不是强，我看他好呆哦。不是，我不知道。不是赵哥，为什么你录影前要喝酒？没有，不要乱讲，没有了，没有，没有，边录边喝，好不好？没有。哎，他才能赢一拳，好不好？因为还没结束，紧张就结束了。先让他赢，他赢了，没？先让他赢。哦，对，他一说他会直落四，对呀，好不好？来了，先让他，来，旭哥，旭哥直落四啦。看到前面都会玩了吗？对，会了，好不好？虽然歌唱得不好，然后也会唱得很少。好，对，没关系，好不好？大家开心比较重要。好，来了，准备了，我们现在的 K 歌9宫格。我第一个数字选一个比较吉利的，好了。好，就是八。哎呦，要猜前奏。跟力扬刚好讨论好，是不是？坚持。不是，刚刚我们一直不知道张力扬选八。不是，而且我觉得这个前奏猜歌还不难。为什么？因为歌是那个前奏一下来，不是有些节目是中间才下，很难抓。那是哪一种节目？哎，我们的节目，不好意思。好了，前奏猜歌。哎，我们提示什么？洗脑神曲，洗脑神曲，完蛋了，很多洗脑神曲，洗脑的就不多了，什么红豆、大
轰动，就这种洗头二十年前的歌，应该有三十吧？还是那个什么彩花姐的那一首？小苹果也是啊，观众群很广的，老鼠爱大米也是啊。好了，他这个应该就我们的年纪，他会给我们比较适合的歌，应该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来听我们的这个前奏音乐下。哎呦！东西啊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就这样吗？就是这样，是不是？什么？我那么，我随便猜啊，就中了，不可能。红豆，不可能。哪个？有可能、哦。就是抓冰晶。但是先不要解答。不是，我觉得不是。啊，不是啊。先不要解答。我觉得不是红豆。那你先讲一下，你讲一个嘛，我大概听听看。我就是不知道啊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进段广告，让你好好想一想。好，好不好？观众朋友，大家知道了吗？好，我们呢先休息一下，进段广告。好，回来继续我们的台式一起唱。好，欢迎我们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朋友们，继续回到我们的台式一起唱。好，现在换到这个可能都答不对的，可能把这个很简单，曲哥，曲哥，曲哥，我跟你讲，你看我们两个，我们两个比给你看，你就知道了。不能提示，不能提示，不能提示，因为这个有关于然后两边的这个奖金啊。对啦，公平竞争。我觉得你把你所有题库里面就是最年轻的歌拿出来讲就好了。好，张文琪在干嘛 ？OK 了，来。张文琪好，我呀，张文琪比他都不知道，对啊，这个姿势啊，我遵循你比一次，好，真的不知道，比雷不知道，跳舞，我也好想射你哦，射、欸，好了，来，我们给我们一个答案，没有我们就啊放弃，五、要出来了，要出来了，要出来了吧。二有出来，怎么又出来了？快点，快点，你看那个比，快点比，可以了吧？对，你看快点，可以了，哦，射手。这首歌叫射手啊，对，我还不知道歌叫射手。竟然，那个团体，那个什么力量，什么啊，我的腰好酸哦。是，不要，你不要管什么团体。对，射手，还是歌手啊？射手吧。射手，来，射手是不是正确答案？啊，射手。耶、yeah. ，力量。这个真的红到爆了，曲哥。来，射手。他知道我换一下。对，洗脑歌，魔幻啊，魔幻力量，对，魔幻力量，不是魔幻呼吸啊。刚想到团体想，我刚才想说这干什么呢？这样子在干什么？他胜利自由女神啊！可是，好来，现在答对一题，来，加油赵哥，加油，赏哥加油，欢迎赵哥，欢迎赵哥，黑白配，男生女生配，黑白配，男生女生配。所以啊，等一下，我这压力好大的。我还没看到你压力那么大，赵哥。赵哥，我输不起。你，来，下面你，刚刚你。刚刚没关系，直接玩就好了。男生、女生、女生，配。怎么被控制啊，旭哥？没关系啦，换他了，换他。好嘞，来，现在来九宫格。看看哈，我真的不知道你来干嘛，来唱歌啊！你真的要唱哇？我怕观众会走开啊。二吧，二号人体点唱机啊，人体点唱机很难的，可以。好，你这金曲新人是入围的，入围哇，多难啊！很硬，新人呢，有点硬哇。来，我们来看看 VCR。我是你。很喜欢你去看星星，要真是你，要都是在一起，我只想能在一起的你是你。我在呀啦！哈，你真的知道？我现在知道，赵哥陪你一起看星星有没有？对，有。曾经有过有人陪我看，真的吗？去动物园的星星，动物园看星星，他在动物园，很多动物陪他看星星啊。有，这首歌啊，我如果再不把它讲出来的话，就太对不起我这个队友。没错，当然啦，不是流星花园哦，不是流星花园，刘龙家，不是，敏佑的歌，对，哎呦，真知道哎，蔡明什么歌名呢？
歌名不重要了，就名又差。什么话？什么话？好气啊！这首歌是歌名很励志。歌名又差。我们有观众在看，我们是要公平的。我们现场直播这个就好玩啊！对呀，没有真的名又唱的。对，我知道我唱的。歌名叫什么？我也知道。好像就陪你看星星吧。名又可以，名又可以，名又可以。刚才他们有，可以。浩哥，你一定可以的。蔡明啊，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了。没，不用这么长。你原主唱，你家里好一个。来来来，对对对，没有你提示，刚刚他们有提示，跟你提示一下。提示一下，提示。几个字？三个字。哦，三个字。那就看星星。哎呀，大家很想抢，那不是看星星，看什么？对不对？赵哥，我陪你。赵哥。赵哥，我相信你可以。我真的有入围过金曲新人奖，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好歹也是红遍大江。是啊，我听过啊，我可以，对，好像我可以，应该是我可以，我可以，对，好，可以。来，还是我相信。我靠，你别够软啊，你拜托，你别够软啊。我们来看看正确的解答的 VCR。我陪你，陪你去看星星。来，李佑唱原唱，来帮我们这首金曲来来，学长学长学长，来欢迎李佑。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，不用再多说明，我就要和你在一起，我不想又再。是因为你。耶！好听啊，我可以。好听的。那我跟你说，这首歌非常适合这个节目。是，怎么说？我就要和你在一起。哦，哎，对不对？真的也有就变一期的主题曲了，对不对？太强了，赵哥那个。我接下来我要不要就帮你唱了，好不好？我要赢啊！你要赢对，我没有赢的话没办法。好 ，OK， 好，你放心。那明佑先休息，好，我先休息。来，回到两位老人家来了，加油，曲哥，曲哥，曲哥，来，一比一哦，来，黑白，黑白菜，黑白白菜，来，这人配，哇，帅，好气势，你们俩都是一枪毙命啊！一比就走了。我跟你讲，刚刚第一拳真的是让他。哦哦，好了，是了，对了，最好。他们玩太久，可能会要送医院。现在一比一哦，来，现在二跟八选掉了。哎呦，要连线哈。不用连线了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这么久了，都几点了？还要连线？不用连线了。五，金曲歌王的奖，金曲，来金曲歌王题哦，我也要连线。双星酒店有宝宝哦，有宝宝，有宝宝，有宝宝哈，厉害了。对的话，这题可以的话就直接下。双星酒店啊，来，我这一次我跟你讲，这一次我会来一期，我一定要找一个人跟我合唱。哎呦，我真的是为了他来的。哎呦，真的是谁？梁张文琪，下面干嘛？我们两个加起来就是加油。刘龙家嘛，哎呦哎，很会，我真的会，很会，等那么久，从他开始唱追追追，我就开始注意他，真的会唱，很会啊，乃哥，谢，乃哥你，那你把潘嘉丽放在哪里？我还没听他唱哦，对不对？潘嘉丽下一集，下一集，我等你，我等你来哦，我等你哦，有很多证人哦，有两位，两位来，来双星酒店，来来来，雄心酒店，男左女右，后挑。饮酒的人无心情，世间的繁华，亲像梦一摊，也是无脚踩。暗淡酒店内，悲伤谁人知？痛苦吞腹来。一杯。
所在来，你若有了解，爱问阮对倒位来，多情的世界找无真正爱，因阮心悲哀。有爱也罢，无爱嘛快活，安尼嘛会使唱落去。跳了，没有啦。我跟你讲，现场直播就是有这么好玩的地方，真的是。乐队老师弹错了，对。爱对副歌来啦，多情的世界，找无真正爱，银子的大口袋。哎，对，你今天大口袋里。好啦，歌声真好。所以题目是什么？好听，就伤心酒店啦，刚才就知道啦。嗯，好吧，那我们现在是。2-1，对不对？是。好，2-1。哦，1-1。1-1。好，那我们待会呢？好，还可以赵哥。好，对对对对，黑了黑了。哎，对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来赵哥，来，赵哥赵哥，要直接再选下一题。哦，就这样赢了，不用猜歌。因为刚刚有宝宝嘛，有宝宝出现。对对，太好了，来，那就直接喽。来，我们的这个 K 歌九宫格。好好。现在我们呢啊 ，K 歌九宫格马上准备好，我们先进段广告，回来呢来看看这一 round 到底呢，我们黄队会赢还是红队会赢， okay, 好不好？ Okay. 来，我们进段广告，回来继续我们的台式一起唱。好，欢迎所有观众继续回来我们的台式一起唱啊。刚刚呢，刘荣嘉呢跟。利友啊，唱的《伤心酒店》好听的，好听，好听，这好听没有，不是好听就你赢了，没那么简单了，不然对不对？我们在里面很重要的啊，其实我们在闽南语有很多的愧靠的那个啊，他有些那个音啊发的讲的话，我们可能一般人没有研究听不懂，对，是，好不好？是，我们来看看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啊？哎呦，这个歌词里面。也是无卡抓，无卡抓，无卡抓，是无卡抓是，不是无卡抓哦，没有蟑螂，没有蟑螂嘛，无卡抓是无卡抓，无卡抓啦，是什么意思？无卡抓是不是没办法？也是无卡抓，无卡，无卡抓就是没办法，没还是没有用啊，还是什么？哎，讲清楚，给我一个正确答案。也是无卡抓就没有用吧？还是对，没有用吧？快！你这个无路用的，无路用的卡小。哎，啊，无卡纸啦，无卡纸。对，阿姨无卡纸。什么？对啊，不就讲了吗？什么？就没有用，没有用，没有用，没有用。来，我们看看是不是正确答案。哎呀，耶！哎，不简单。正确答案就是你没有用。没了，没有用。好，好，恭喜哦。现在是2-1，刚才因为有宝宝啊，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缩短，也给观众朋友呢大家一个福利。哎呦，三题就直接赢了，那怎么好意思？哎，你讲什么？那怎么好意思？那怎么好意思？对不对？那怎么好意思？对啊，赵哥是赢，最近手气很顺哎，手气很顺，哎，好，可以的。现在再来选一个。哦，那就随便一下吧，随便啊。3号，反正3号要赢。我们不是连线哈，知道吗？没有连线。前奏猜歌来，提示是亚洲的天后。亚洲天后，亚洲天后好多个呢。亚洲多了。哎呀，亚洲天后，对不对？惠美。哎呀，对，都是啊。哇，新加坡也有啊，对不对？孙燕姿，日本也有，马来西亚也有啊。对对。好了，来，我们听一下这个歌曲的前奏是什么。写了阿三被压到，被阿三回，哎，我告搞哎，这首歌很红了。他们光是听前面的鼓就知道了，红到应该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亚洲天后女生唱的，阿敏，你有看到大麦底的阿阿 Q 啊？跟我同，应该是张惠妹的歌吧？我在瞎猜吧你？张惠妹真的，没办法，她给的太短，她最少给前奏大概20秒，你给这个3-5秒的那，说实在这个前奏稍微短了一点。真的啦，真的是。平常想制作单位有一点糟蹋人啊，有点糟蹋他吧？对对对对，张惠妹好了，确定吗？
哎，天后就这啦，不一定是张。不啦，因为张惠妹哈，跟我同姓，对哦，一定啊。跟唱我可以那个同姓。Hello 向后啦 ，Hello 向唱我可以那个同姓呐，同那同姓姓氏的姓氏同姓，就蔡依林，哎，有蔡依林什么？哇，你的什么？哎，能讲到蔡依林出来不容易的呢，歌名会不会都叫蔡依林？他是不是不可能？三二一，是很蔡依林。什么歌？歌啦，没关系啦，歌不重要，你播出来大家就知道啦。你干嘛？对不对？所以没有办法，你都会帮我唔掉啦。我们还是要游戏歌规则啊。对啊，来。不打不打不打来，我们不打不打，我就不相信他答的对。曲哥，曲中，曲哥最近有在发喽？有在发喽。说蔡依林的三个字，对，哎呦，怪美的。哦，你好厉害，真的吗？哇，哦，曲哥，你怎么会知道？有去听？哎，旁边刚讲给他听了，他也知道。你观众眼睛没瞎，好吧？赵哥，我们刚刚一直在跟丽阳那个互动，都在打 pass， 你知道吗？没有，我们不动人。告诉我们答案是。怪美的，怪美的，是不是正确答案？恭喜，正确答案现在是2-2。好，说的对的，说美的，说的我好厉害啊！那年轻就是不一样啊，真的啊。他答对了，来，那你就回去了。好，谢谢。我们，好。有黑白脆了，黑白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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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刚才没有那个，对，第四吧，加2-2哦。哎，来，黑白脆，男神女神配，黑白脆，男神女神配，黑白脆，男神女神配。对，回去，哎，回去，好有气势，回去。赵哥，我跟你讲，赵哥那个气势吓人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虽然答题答不对，但我们猜拳会赢。不是，其中文还很怪。他打还人还要蹲，那头低就好了，不让你下左右。哎，他那个曲哥比龙家还好。但惊掉应该惊掉。来，2-2来，很重要这一题。哎呦，来要猜吗？猜之前我们先进口广告好不好？对，可以。观众朋友很期待，到底是黄还是红这一题会抢到啊？我们进段广告回来继续我们的台式一起唱。好，欢迎收看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台式一起唱。来，我们加紧时间，马上向2-2来选个号码，那就来个6号吧。6号前奏猜歌。哎，好了，提示哦，今年的偶像剧应该不难了吧？偶像剧我做太多了 ，OK 的啦。那我们就马上来看，听我们这个经典的偶像剧前奏。你做过，你没有在听歌啊？有。这个知道，这个是那个哪个？嘿，许绍洋的歌，没错，许绍洋，什么歌？他那个是一个偶像剧的歌，偶像剧我已经忘记剧名，但是他的歌名我记得。好，花香啊！哎呦，哇塞，应该没错，那边已经有人站瞎了，应该是花香啊！花香吗？确定？来，我们看看是不是正确答案？确定。恭喜！第二个答案就是花香，厉害！所以呢，我们现在马上啊，就来看看奖金2-1。好，现在我们是6万还是1万5？对，减半或 double， 加倍，加倍，加倍。好，17宝宝或是我们台式宝宝，我们律师来了，我们律师在现场做见证。来，这个17哦，这么爱我，我看就选17好了，因为第一个是17，第二个是台式宝宝，看我们第3 round， 17宝宝加倍。哇，哎呀，我应该选台式，其实台式更爱我。好了，没关系，我来加码好不好？加码，虽然只有15000啊，跟我们线上的所有朋友们来均分，但是我来加码送着日系的质感家电无线手持吸尘器。哇哦，好了，我们直接来看好不好？谁能够得到我们的无线手持吸尘器？我很幸运的 ，Ready， two， one， 哇，迪尼，恭喜迪尼，无线手持吸尘器，恭喜你，哇，真好。好了，好，我们加紧时间，马上先谢谢赵哥，谢谢。我们下的最后一段，好，我们来欢迎两边的这个队员来。哎呀，好美哦，都是美女哦。哎呀，好，
潘丽，佳丽，一起，佳丽，佳丽，我们队长带着一起，好不好？对对对，一起玩，一起玩。饮酒。好，我们现在呢一样哈 ，K 哥的九宫格，现在我们加紧时间来。疯狂黑白翠，黑白翠，美女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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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家里家里速战速决，速战速决，好不好？黑白翠，黑白翠，黑白翠，男生正配，黑白翠，男生正配。哇，你怎么都不叫的？那他从头到尾没有讲黑白翠，然后我就叫别人输了，还是输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家里恭喜，谢谢，来来来，家里加油，马上，来。一到九号，来选一个。来来来来。我选四号歌词。歌词的刻漏字。好来。你要的爱很熟吗？熟。熟噻。好，来这个戴佩妮的你要的爱。哎。还有我们的一七宝宝，刚刚里面有。虽然不曾怀疑你，还是忐忑不定。谁是你的那个唯一？原谅我怀疑自己。我明白，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，像一个小孩，只懂在你怀里坏。你要的爱，不只是依赖，要像个大男孩，风吹又日晒，生活自由自在。生活自由自在，我听到了，哦，而且接得很顺，应该很有把握了。是不是？嗯，很有把握，很有把握。生活自由自在，是，确定吗？生活自由自在，生活自由自在，确定？看是不是正确答案？恭喜，就是生活自由自在。哦耶！哦，现在我有新歌啊，有。好，就刚刚那个 pose 吗？我们好像中间有在我们的一期有直接这样唱，对不对？有 pose 新歌，而且唱得很好。谢谢，对不对？大家都有听到嘛，很棒啊，很棒，是不是？奶哥，刚刚你在唱哦，别人在唱他都不注意，他就特别哇，这个真会唱，哎呦，长得又乱讲，哎，你不要害我，哎，我会唱，哎，对不对 ？MV 很好看 ，MV 很好看，真的，希望大家可以去看。哦，这样子哈，好，在哪里看？在我的 YouTube channel Kelly 潘嘉丽就会找到。好，那我们刚才是有一期宝宝吗？有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我们有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就最后一题了，再一题，直接再来，pass， 好不好？好。七号，歌词也是歌词的刻漏字，对，而且可以听他唱歌，主要是这样的。好，大龄女子，好，彭佳慧也很有把握吗？歌词不知道，歌词不知道，可是我有厉害的队友。好，来，我们来听这首歌哈，大龄女子，来，彭潘佳丽。这个 part 是吗？因为觉很孤独。来来来来，是哪一个？哎呀，来补一下，来来来，一起唱。束缚却又被流年困住，柜子里的那一件最美的衣服。想就不用那么辛苦。谢谢。哇塞！谢谢你，谢谢艾雅。艾雅好厉害哦。对啊。艾雅是我们队的。哎。结果你刚才选这首歌，好像真的也没有太熟。真的没有太熟啊。艾雅今天是我们队的。哎，因为我可能大龄女子是我吧。
不要这么说，没有，我想要当大女孩子，因为他最期待这个了，对不对？那个好，好，那你来帮家里，我们也帮我们这个一期的，还有我们台视的一期上的朋友们，好像什么？就不用那么辛苦。好像就不用那么辛苦，就不用那么辛苦，找到一个好丈夫就不用那么辛苦了，对，对不对？应该没有错了，蛮合乎逻辑的，好，蛮符合逻辑。相信你，对对对。来，我们看看正确答案是不是就不用那么辛苦？恭喜，答对了，就不会那么辛苦。好，就不会耶，我刚刚说不会啦。哎，哦哦，你刚刚说不会啦。制作单位好严格哦，就差一个字就不行。这样子没关系啦，我们今天难得嘛，而且我们今天是代班嘛，干嘛那么计较？对嘛？是不是？我们就直接送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有没有问题？没有，没有。OK， 这样子干得好。我们的六万奖金都均分，因为他有帮忙嘛。真的，是不是？哦，三万，三万，好了，是啦。因为六万我也不是我讲的算，好不好？我都想送六万。三万你点弥补。啊。欸、好了，有机会补三万，我们两队均分，好不好？ Yeah, yeah, 恭喜恭喜！今天大家非常开心了，对啊、哦，因为呢，第一个我跟我们的金曲歌王好、哦、来代班，然后呢，还有我们的这个宣传啊，屈中恒他们的大戏，绝不是、啊、绝不负账，绝不负账。对，还有力扬，好、哦，还有力扬新歌，矛盾体 Oxymoron， 哎呦。然后还有你的 pose 啊，那个没有啊，有没有？无敌 couple， 我们无敌。我们之后就是对，有一次演过什么什么？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今天三万块最怕就是屈哥的舞台剧叫《绝不付账》。不会不会，特别谢谢我们丰泽啊，还有我们林九啊，今天大家表现非常好，谢谢大家，也别忘了。每周日晚上八点钟，我们台视一起上，奖金一起抢。我们下礼拜再见。